英国哎，国。按错了。比武生擒。来，但杰救光，给你秒杀，看好。奇怪，救急攻略，干杯听。在玩龙，我有救光啊！啊，怎么只有这样子而已？抢喊啦！我现在怕你这几输啊！哇，2800要求。干、欸、了！我今天玩一整天才练零点六多趴而已。刚刚那个旧光好像十几滴而已啊、喔！烂 死了！为什么我打你都不痛？你再回血一次啊！再打看看啊！哎、欸，而且你打都没暴击耶、欸。对啊，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打你都不暴？我现在攻击力是497到573啊。73，我412啊。差八十几。68。差八十几，啊，我防是678。哦，560而已。副本能抓了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副本了。副本吗？那重组队。啊！我白痴，我白痴，给我离开！干！宝马，宝马！干！那心情不好，所以他故意耍白痴啊，就按到离开啊！嘿嘿，干！别那干！哎、欸！我魔法还没200哎、欸！那么高。我们班我做两颗神秘啊，我做三个，哎、欸，副本可以了。嗯，七。救光救光！谁在叫啊？15滴。谁在叫啊？哦 yes， 阿小啊，那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还要听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几把麦克？哦，1300哎！因为我用万佛啊。哇！哦，你较听。哦，是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用万佛才有用。对啊，万佛比较痛啊，万佛暴击的那个几率比较高。我刚用那个啊，第一场都用东风。东风没有用啊。东风只是在打那个远距离的。好啦好啦，有人你安尼打，干你这样打。什么蛙哥啦？你先放下。啊，负二啊，负二啊，副本。快点快点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再打一次，就直接丢万佛，看谁比较痛。好。你的万佛几层啊？我的5层啊，你应该5层啊，对啊，都一样。5层，万佛练比东风快耶。对啊，哎呀、啊，东风不好练。好像你说6级100，6层100的话，就要去那个烟雾厂哦。对啊，哎呀、啊。哦，干，不会断线的，好了。妈，就你开 A 片才会断线，吼。那、啊、我刚全部东西全部下载耶。什么东西？哥，那个哇，1700耶！靠，1700，我靠，没爆就死。对啊，这看谁比较会爆啊！然后那个就是后面装备可能都用那个加暴击的，加攻击没用，要加暴击。要加暴击。